花莲美食吉安肠，新奇往事翻光光。世界第一马告香肠，肉汁竟然会爆浆。日式建筑里用餐，肉燥饭 fit 半熟蛋。网评4.7颗星，煮茶这样吃好舒心。经典全家6块鸡，美味让你笑嘻嘻。绝妙吃烧林香龟，绝对诱惑您味蕾。脆皮臭豆腐尬肠旺鸭血，以后吃不到 OK。花莲美食吃好吃满，新奇往事看好看满。